Hola queridos amigos, soy Lola y este es nuestro programa Palabras de Moda. Al igual como sucede en la mayoría de los idiomas del mundo, muchas palabras del mandarín desaparecen con el tiempo. Otras palabras surgen y se vuelven muy populares, especialmente entre los jóvenes. Las palabras de moda reflejan los nuevos tiempos. Para aprenderlos, hoy vamos a conocer la oficina editorial de una revista de moda. Vamos a ver cómo los editores utilizan las palabras de moda. Hoy aprenderemos la palabra Ta'aren, significa maestro, un hombre experto en cierto campo. En la antigüedad, Ta'aren se refiere a un hombre sensato. Luego, en el idioma japonés, la palabra Tatsujin se vuelve muy popular, que quiere decir hombre talentoso, experto en cierto campo. Luego, esta palabra japonesa se vuelve popular en la isla de Taiwán y fue traducida como Ta'aren. En poco tiempo se usó en toda China. Ta significa el camino está muy abierto. En la palabra Ta'aren, Ta quiere decir entender todo muy claro. El significado de Ren es persona. Ren es una palabra ideográfica. Su forma se parece a una persona de bien. Tras analizar los caracteres de la palabra, tenemos más claridad sobre el significado de Ta'aren. Una persona que sabe mucho sobre cierta área de conocimiento. Bueno, ahora que entendemos esta palabra, vamos a ver a los Ta'aren de la oficina editorial.协会主办的一次慈善义演活动，目的呢是为了给儿童福利院募集善款。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表演还算卖力的话，就请支持我们的活动，为那些可怜的孩子们付出一片爱心吧。谢谢大家。 他走过我身边的时候，我的心扑通扑通都快掉下来了，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丽的女孩。 既漂亮又善良。哎哎哎，你搞什么？都这么神魂颠倒了，还不赶紧叫个电话？等我缓过神来的时候，他已经远去了。哈哈，老费，请麻烦请问，小齐同志在吗？小齐正在休假呢，不过他今天应该来上班了。哦，楼下老王说天天来上班啊。 他都休假2个礼拜了，您找他什么事儿啊？哦，是这样，我儿子他们要结婚了，我想请他写一副喜帖儿，跨国婚姻啊！恭喜恭喜！不过这郑小琪还会这么古朴的玩意儿？哦，估计啊是电脑化的。郑小琪是谁啊？我们这儿的美编，大美女，你刚来2周，她还在休假呢。 不过，我可警告你，可不要动郑小琪的歪脑筋，他可是出了名的酷姐，多少热血青年可都被他晾成速冻食品了。放心，本人我已经心有所属。爸，不对啊，王大爷说小琪是位先生啊。啊？哦，小琪，你来了。
这位是新来的摄影师孙亮，孙亮，这就是郑晓琪，美院毕业的高材生。小琪你好，我叫孙亮，孙权的孙，诸葛亮的亮。幸会啊。 请问您是小琪同志吗？我是啊。哦，楼下老王介绍我，向您讨一幅墨宝。听说您的书法特别好。您搞错了吧？我哪会写什么书法呀？不过我可以用电脑给您合成一份。大爷，您肯定是搞错了。我们呀，是走的时尚前沿的库屏编辑部，没有人会用毛笔字这种古朴的传统技艺了。爸。 咱们走吧，早跟你说别费这劲了，有没有喜帘都没关系。你们年轻人都说无所谓，可是我们老年人就要的这个传统。老公，我也喜欢中国这些古典文化，就是这些吸引我来到中国，才会遇到你。柳驼，齐总，劳驾请问，您姓齐吗？ 对，我是齐国栋，这里的主编，您有事儿？啊，我是幸福社区的老李。楼下老王介绍我向您讨要一份墨宝，这不，我儿子要结婚了，请您给他们写一副喜帘儿。哦，对，老王跟我提过，不过老先生，我这有一阵子没动过笔了，恐怕小献丑啊。 您太客气了，我在老王家里看到过您的墨宝，字写得好，有风采。老王说您当初在老家的时候，逢年过节，街坊邻居都来麻烦您。<笑>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来了北京以后，发现过年贴的对子都是印刷好的，没什么人自己写了。齐头。 既然李大爷大老远的过来求字，您就给露一手吧。嗯，对对，笔纸墨我们都带来了。好，难得老人家对咱们中国的传统书法有这份钟情，我就给您家的喜事送一份薄礼。好，谢谢您，您这边请。 原定杨靓妹，美女金桃，壮意浓，喜乐百年。好，好，您这字笔力遒劲，看得出来您造诣匪浅呐。小小闲情逸致而已，希望二位恩爱长久，早添贵子。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再见，再见。齐导，还真没看出来，您还真是深藏不露的银联书法达人呢。达人啊，又是新名词吧？嗨，就是说某方面的高手，比如说街舞达人呐、电脑达人什么的。还有极限运动达人，这个词儿有意思，我又学一个。好，大家好好干。 咱们编辑部也得出几个达人啊！嗯，哎，那谁怎么样？嗯，齐导，我回来了。丽姐，不是说你，是那个新来的大学生。新来的？大家好，我是西安宫里雪，哥哥姐姐们叫我雪儿就行了。嗯，请多关照。这个小妮这么有礼貌，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主编齐老师。齐主编。这位是副主编丽丽姐。 我柳图，文字编辑；美编郑晓琪，摄影师孙亮。我代表大家欢迎一下新同事。柳图对新同事很热情吗？不错。齐头，我看不如就让李雪儿跟着柳图学习，让柳图做他师傅吧。行啊。柳图，雪儿可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一切都要从头学习。你这个当师傅的，可得好好教他啊。
领导，你就放心吧。非怎么编辑部培养新鲜血液，我们老员工责不旁贷。这个小尼，交给我吧。好了，小齐也回来了。咱们现在是兵强马壮，人丁兴旺，大家好好努力工作吧。嗯，齐主编，我会好好努力的。嗯，柳图师傅，徒儿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这是我亲手做的零钱包，请笑纳。嚯，还有礼物收呢，这么好。柳图，第一次有女孩子送你礼物，不容易啊。怎么可能？我经常收到 LV、Prada 的钱包，不过这个 DIY 的，我还是第一次收到。不错嘛，行，雪儿，以后我会好好照顾你的。嗯，我还做了好多个呢。这个是小琪姐姐的，这是孙亮哥哥的。嗯，这个是齐头的，这个是丽丽姐的。谢谢，谢谢你啊，雪儿，手真巧，你是我们这儿的 DIY 达人了。这搞半天，不是我专属的。哎，柳图，你就知足吧啊！你说你平时就爱攒钢镚儿，给你一个零钱包最适合你了。师傅，我可能少缝了一道。哎，师傅，你还是给我拿出去修一下吧。好了好了好了，难得丽雪儿这么有心，给所有人都准备了礼物。我提议，为了迎接李雪儿和孙亮，今天中午我请客，请大家搓一顿，怎么样？好啊，那不合适吧？还是我请吧。丽丽，你把我抽屉里那几张优惠券带上，可以打车。哎，看见没？齐头还是一达人呢。什么达人？省钱达人呗。你呀，结你的钱去吧，开个会。走，开会去。哎哎，你们别走啊！哎，帮帮忙，帮帮忙！我的钱，我的钱！哎，别走，别走，别走。Queridos amigos, todos pueden ser darren en cierto campo, como darren del amor, darren del inglés, darren de las compras por internet. Se refiere a los que saben mucho en el amor, el inglés o cómo comprar por internet, respectivamente. Vamos a revisar algunas frases importantes del diálogo. 七老，还真没看出来，您还真是深藏不露的银联书法达人呢。达人啊，又是新名词吧？嗨。就是说某方面的高手，比如说街舞达人呐、电脑达人什么的，还有极限运动达人。这个词儿有意思，我又学一个。好，大家好好干，咱们编辑部也得出几个达人啊。柳图 dice: Usted es un gran de la caligrafía escondido entre nosotros. Quiere decir que la caligrafía de Chi es muy buena.Tales ejemplos también pueden ser darren de la cocina, darren de la fotografía. Otras frases de la historia. 柳图师傅，徒儿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这是我亲手做的零钱包，请笑纳。嚯，还有礼物收呢，这么好。柳图，第一次有女孩子送你礼物，不容易啊。怎么可能？我经常收到 LV、Prada 的钱包，不过这个 DIY 的，我还是第一次收到。不错嘛。行，雪儿，以后我会好好照顾你的。嗯，我还做了好多个呢。嗯，这个是小齐姐姐的，这是孙亮哥哥的。嗯，这个是齐头的，这个是丽丽姐的。谢谢，谢谢你啊，雪儿，手真巧，你是我们这儿的 DIY 达人了。丽丽，把我抽屉里那几张优惠券带上，可以打车。哎，看见没，齐头还是一达人呢。什么达人？省钱达人呗。Ustedes sigan estudiando el idioma chino. Un día serán darren del chino. Bien, hasta aquí llega el programa de hoy. La próxima edición de las palabras de moda tendrá más historias interesantes y más palabras de moda. Soy Lola, hasta la próxima. Adiós. Zaijian.裸婚怎么会阻挡幸福的轨迹？山寨玩意儿是坑爹的利器，浑浊空气秒杀呼吸的权利。